没有任何人要理你们的意思。主播，你蛮没有存在感的。摄影机也没存在感。Hunger。现在请大家填写这份问卷。啊？好。啊？问卷？哎。前一晚最后进食的时间跟目前体感的饥饿程度，越高越饿。比如说我超级饿，就写，就像平常我们的那个指数一样，可是越高就越饿。哦。那我们先下去等我们一下哦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我结束了。我们好神奇。然后我们继续等待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玩游戏？我很饿，快好了。好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是我们一起吗？我们要走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那制作人说你们可以走了。舍不得走是不是？我觉得怪怪的哦。是不是今天外面？哎，谢谢，不客气，拜拜，再见。辛苦了，谢谢。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感恩。哎，还写好名字，为什么？哎，这么好心？为什么我跟维明哥被排挤、被孤立在旁边？对我，为什么我们两个？是因为我们有小孩的关系，你们两个分量好像比较多。对耶。然后这边的分量比较少。现在进行早餐大放送。桌上摆好每个人的餐点的称量。对。然后发通告的时候已经有通知大家说，以后节目开录前的进食时间，从开赛前12小时，现在改成录影当日的00:00开始进食。哦，对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那就逼我们要吃宵夜就对了。所以前一晚越接近进食时间进食的，越要奖励你，对，分量会比较多。所以越晚吃越多。对。哪有这种道理的啦？应该是离进食时间前的才要奖励吧？他有什么好奖励的？这是规则。烂规则。这我越来越欣赏你的逻辑。对啊，这什么鸟？你这逻辑完全是反的。OK， 有的吃都好，有的吃都好，有的吃都好。再送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之后从这一集开始，只要每集的冠军，你的指数是归零，就不用参加奖金挑战赛，直接拿走当集奖金。哦，我也好难啊，超难的。可是也是有几率的，几率啊，它等于就是说。你只要超过这个门槛，你就不用再做什么挑战。哎，那我们节目4年下来归零的大概不超过5个。那宣传一下。哎呦，今天有要宣传啊。我的最新单曲《我们心都心软》已经正式发行了。嗯。然后它是一首比较虐心的情歌，所以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，然后有空就上网点阅起来。嗯。对，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有跟家福合作，就是一个他们70周年的新无限音乐会，1月31号的时候会在国父纪念馆就是举办一个音乐会，音乐会主要是小朋友们表演，然后我当天会就是跟他们就是有不一样的演出。所以可以，大家可以到这个地方去，对不对？ OK， iPhone 系统都已经可以购票。好，不要微的这个新单曲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加油。那我们就前进会累累的第一关。但是要累可以，不要用叠字。对，用叠字就不舒服。我连跟我女儿讲话，我都不用叠字。OK，Let's go。好耶。好容易生气好容易生气哦！来到这公园蛮漂亮的，哎，这公园很漂亮，而且呢是在台北市里面。哎呦，这个地方呢叫做永春坡湿地生态公园。哎呦，厉害！然后是今年的3月12号呢才开始启用的，哦，正式开幕，也是台北市信义区的第一座都会型的湿地公园。附近呢其实有这个也有很好吃的美食，先介绍这个呢叫做豇豆起司蛋饼。哎呀，豇豆呢本身厉害了。
酸酸的，是，然后呢在里面这个蛋饼里面还加上 mozzarella， 吃起来就是有那种香 Q 的感觉。mozzarella。然后呢，另外这个叫蛋煎萝卜糕，很简单，就是把蛋裹在萝卜糕上面也下去煎。然后这个就是先鲜奶红茶。好，这关要吃要玩什么呢？待会会分三队，然后为了配合咏春波这个场景，所以待会要请各位换上咏春叶问的共服装。你这个联想会不会有点无聊？那你应该请山猪来。好，然后每回合要派出两位队员，聆听 QA 题目之后，哨音一响，就穿着布袋要前进到牧人庄红店的位置。牧人庄打底。哦，那叫牧人庄哦。那不是格鲁特吗？对啊，那不是 I am Groot， 他是牧人装，牧人哦。然后答对可以选择捏破牧人装上面的一颗气球来获得分数。然后气球很多颗，里面有一分、两分、三分，哦，一次一颗，率先累积四分的队伍获胜。好，队好，主持人当队长，内力较高的优先选队员。什么叫内力比较高？什么叫内力？什么叫内力？怎么内力？在这个对啊。要求一口气吹出去比较大的，就是内力高，可以先选一口气。一口气，直接缺氧。哇！这很难呢，这还不能轻轻吹。其实你最后盯的那三五秒，怎么都没有变大。OK， 换我了哈，一口气。好难度，差不多，超难的，哦，这很难比吧？年轻人，他结果他，你接不起来，啊，就这样，不要闹，结果只有这样，好，就这样了，拼了，我只是开玩笑，还没吹不起来是很有可能哦，紧张了，压力好大，爸爸。哇！啊，听到听到听到！哇！我是运动员，我是运动员，有了有了有了！他明显大比较多了，他最大颗啦。我们两个这两个很难比耶，这两个真的差不多哎。看起来是我的大一点啦，好了，我的大一点啦，好了，等等就好了，好了，大一点，对啊，来就大一点，大一点，应该是没有错。内力高的先选，好，我先选了。我觉得答题这个东西哦，其实有运气成分占蛮大，因为刚好也要遇到你会的，所以我先选夏雨欣，哎呦，运气很好，哎呦哎呦，哦，一次两个，另外一个我觉得我选一下我的高中同学好了，陈毅，哎呦哎呦，好，那我要以答题为主的话，我要选维明哥，好，我跟你讲智慧，对，是答题一定是个厉害。再来，我要选严丽婷，真的，厉害厉害，不错不错，我们三个我们三个，那再来我就是。是的，在牧人庄前。要抢答完成才算是完整的得分。但是这个格鲁特很奇怪，他手上拿着一个 BB 锤。答对的话就是捏破气球看得几分嘛。嗯。答错的话，他会用 BB 锤攻击答错的。要死我！然后还要敲头。对啊。答错了要被 BB 锤打哦。打错。被格鲁特。被格鲁特打。那我们这样远远看过去，不是说要穿功夫装吗？啊，黑色这一套是兽衣是不是？你这是什么逻辑概念啊？我们不是功夫装吗？你们这种是书生，对，然后我们这种是说书人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好，加油！好，听题目，预备。题目来咯，一代宗师叶问将咏春拳发扬光大，以下哪位武打明星是他的徒弟呢？一李小龙，二成龙，三洪金宝。一定是因为第一集的关系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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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真的就在护旗耶。黑色队好快，哎，小心小心，黑色队好快，哎，小心小心，你太快了吧，你不踩太快了吧，你再踩到红色，要踩到红色，啊，顺序有了，顺序有了，
好，等一下我想一下哦。它很简单啊。第二个是乾隆第三个洪金宝，这讲错。然后第一个，这个是林正英啊。我其实心里第一个想的是李小龙，可是我后来想一想，电影好像他有去找他学，然后他后来没教。对，你都快把答案讲光了。四、三、二。但我记得后面两个没关系啊。好，李小龙。A 李小龙，第一个。恭喜。好好好，好险，我好险好险。小时候没教，后来长大教了。对，我后来想一想，他好像后来有再回去。那我就捏这一颗。哎，哇，好虚哦。三分。哇，三分是不是很高的？高的，就高的。三二一啊。三分最多。哦，不错哦。哇，这一颗有三分。你得到三分了，率先获得四分的获胜。什么？哇，我们差一分，我们已经拼牌了耶！对啊，队员，这也太快了吧！好 ，OK， 来第二回合。好，干什么？我看又是一个拍戏拍太久了，你很明显刚退伍，还没有回到综艺状态哦。还是那个是指令的动作，那是录影倒数，好吗？我觉得我跳完了，我刚刚跳好快哦。这一组我觉得是很激烈，因为总共是六个男的要同时出发。哎呦，然后兽医组呢？他们已经是听牌了。谁是兽医？你们啊？你们啊？我们刚讲过了，书生、书生、说书人、兽医，真的很像说书人，因为我看到文明哥穿这个，就会觉得他要讲鬼故事了。对，真的，我好像讲中国人怕鬼，鬼也怕中国人。好，他们要加油了，他们已经有三分了，四分就获胜了，所以我们非常轻松。那我们很难，不要，所以我们只要答对，随便抽一颗球，我们都过。对对，真的，因为最少也会有一分，最少一分，对啊。我们要提防兽医队了。好，来，五支人的感觉，请出题。题目来咯，电影《少林足球》中，功夫情侣最后拿到什么运动项目的世界冠军呢？一、棒球；二、篮球；三、保龄球。等一下，这题我真的不知道。少林足球，少林足球，为什么里面会有棒球、保龄球？有，有少林足球啊！哎，有。文明哥，为什么少林足球会有保龄球出来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这算快了吧？啊，有文明哥，你真的很厉害。还可以第一顺位，书生队先到。答案是保龄球。恭喜。啊，对。耶！耀威一开始就狂飞啦，他跑好快，他就知道答案啦。在开始之前。那个哥就说：“赶快往人少地方冲就对了。”对，那应该往后啊，往后人最少，你要往后冲。哎，你们要敬老尊贤一下。像文明哥跳这么用心，对我突然第一 round 也超车，又拼了，第二 round 也在拼呢。而且我现在突然想，我跳这两趟的意义在哪？好，好了，可以来抽一颗。一分，这个，你不是三分五不就十了？哇，哇，一分，一分，哦。好，我那离四分还很遥远，好远，天哪！好，来第三回合。好，接下来这一题呢，只要不要是蓝队获胜的话，都有可能这一题就结束游戏哦。对，因为我们已经三分，然后你们是一分。好，所以呢，两边三队准备了，来，请出题。题目来咯，香港拍摄多部武打电影，向叶问致敬，以下哪位男明星并未饰演过叶问呢？一、黄秋生；二、梁朝伟；三、梁家辉。啊？谁没有演过？对，我知道，知道，不错，没错，我们讨论一下，你觉得家辉有？梁家辉有？你要跌倒，你先停一下。王母，你好强哦，你一个人拉你几个人？后面为什么有人是兔子掉了？是不是？那我自己就动不了了，我自己动不了啊。打的，不他打过去打得了了。好累啊！我要讨论嘛。你们为什么要冲这么快？我
我打下来，我们就讨论一下嘛，大家都不知道答案了。这问题太难，太难了。哦，这就是那个黄秋生，那么厉害了，要搞了，答错，搞了，天哪，不要，你要打我了，对不对？来看前面，看前面，恭喜。答错。妞妞，你是啉酒醉了啦？我真的不知道答案呢。不知怎么不知道答案？这很简单。答案是梁朝伟。恭喜。答我可以翻脸哦。答错。梁朝伟比较小力，梁朝伟你的力量怎么差那么多？我答错。好，来。我的答案是梁家辉。答案是恭喜，答错，答对，对啊，答对啦。黄秋生演过《叶问：终极一战》，对。梁朝伟演过《一代宗师》，他本身就是叶问。梁朝伟我知道有，答对。哎呦，跳那么开心。不要不要，三分多少？三分钟结束了。小心一点。这边后面后面那边四分，加一票，一分一分一分。要前往公园里面寻找盒子，找到之后就可以回总部询问谜底人物相关的问题。今年有没有开演唱会？你们也不知道答案了、啊。有有开演唱会，前后双，田馥甄也有，有来过饥饿游戏吗？没有。现在就是有了，现在应该说吧。快点上台了！究竟稍后首次来饥饿的惊喜隐藏嘉宾是谁？会是金明猜的其中之一吗？大家都是习武之人，胜负乃兵家常事。在我们这一关的 ending， 我们大家就以击破木人桩做一个收尾吧。耶！还在跳，还在跳，你们先选吧。好，战国前，耀威，那我选这个，耀威选中间，孙耀威，你要选这个、哦，对，那我这个，好，中间先开，好来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十五，中间的，所以一样会有两个五趴，对不对？五趴，一个十五，一个二十，最高三十。啊，那我们这四锅只有二分之一的机会，然后再来要开哪一个？啊、应该两个都是五题，我觉得两个都是五，也太衰了。一二三，五赖中，三五赖中，哎呦，真的这五趴的好烂哦！你根本狗屎运，你拿错，然后让第一个选。这两锅我看一下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两个都五，好恐怖哦！喵喵，又没什么贡献，好幸运，好幸运。哦，早餐吃到这种食物就觉得好幸福哦，嗯，就觉得早餐应该要吃到这个。哎，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式早餐哦，开始呢有越来越多的变化。对，哦，然后大家都可以吃到很多不同口味的一些中式早餐。好了，恭喜三位书生。南港公园，台北市嘛，
台北市里面有个绿地啊，就是很重要，要介绍给大家。那我想很快下一个就是大安森林公园。哎、欸，那好像就全跑完了、哦。对，就把所有台北市的公园都跑了一趟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叫做南港公园，它是民国76年的时候就开始建辟喽。所以你看到它现在其他的设备呢，不断一直在更新当中，总共呢有11.8公顷，嗯，所以其他是范围非常非常的大的。来南港公园啊，三不五时还会遇到剧组拍戏，对，因为这边很常剧组会来这里取景，因为这边算比较安静一些，对。那你会常来这边走一走吗？遛狗啊，大安森林公园。遛狗的话有点太远，太远了。你找内湖附近的，就找近一点的地方啊。对了，尤其下雨天的时候就不好遛狗啊。对啊，所以要尽量天突然偷到这来。这样你也能抓。好了，前方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。哦，这个厉害喽，各位，这个就是麻油腰花哦。哦。这个时候，在这种天气底下，各位观众，就是建议国了。哇要前往公园里面寻找盒子，盒子里面有剪影台，找到之后就可以回总部询问一个跟谜底人物相关的问题，依照得知的线索率先答对谜底人物是谁的队伍获胜。问问题跟猜答案都需要一张剪影台才可以动作。如果你这一 round 问完提示，你心里已经有答案，你还是要再去找一张。对，所以你们又要吹气球了吗？应该没有。对啊，怎么分队？上一关获胜的队长分配三队。哇，我啊，你好好哎呦，哇，还好不是我耶。那不然就等你分配完就一个小时了。那我想要问一下，他们两位也是可以同队的吗？哦，他们也得拆开啊。我觉得我必须要平均一下，如果照这样讲，我要弱化另外两队。弱化、欸？弱化并不代表人不好，而是我要平均一下战力，把你自己这一队搞得更强一点嘛。嗯，稍微好一点。我这一队，我想要陈毅跟夏雨欣。哎，你胎哥哎，直接选我跟他。我们刚那队，你真的胎哥哎。我自己想要的啦。你不选袁丽婷，他才刚爬完山，跟山很熟哎。啊？为什么他刚爬完山？他昨天才去爬山。铁腿啊！哦，铁腿啊！刚刚才跳那样。所以铁腿我才不能选你啊，这是那么大一个地方。然后严哥哦，严哥我就选给仁甫。不是跟刚一样，你有在分队吗？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啊？我们讲说要分队，你有在分吗？有啊，他把我的两个人全拿走了。对啊，然后我要把耀威给仁甫，我跟文明哥跟妞妞。OK， 好。三组都已经换好制服了，那这边就是总部了吗？好，然后谜底人物跟大家稍微提示一下，好，台湾女艺人。好，所以回来总部是这里哦，大家加油。好，听少音，余伟。我看到那里有一个，刚跳一跳，腿好痛。哦，维明哥跳了很多，我们就拿吧。不要拜托。所以我们先问方向，就是看方向，他是在做什么？对，他的代表作。啊，代表作，代表作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至少他可以告诉我们是唱片的，或是戏，或者是主持的节目，或者之类的。那个石头堆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对，不，这边，不，这边，这边，这有一个，这边就有一个，这边就有一个。哎，是有重量，一张就要回去。在北京，我是要放放相纸，叠高，一人放一颗。我跟你讲，整排叠起来之后就可以回去了。太明显的不能拿，因为太明显，他们故意放在这边就是有点任务。所以有些是只有剪影没有任务的，对啊，他拿那个石头的32个叠起来，哎呀，他轮流哦，好，来，一人叠一个，开始。你这样好鄙视哦，你的眼神。我没有。可是这个超近的，好，拿吧，先开吧，先看是剪影，剪影牌。好，我们想好要问什么？我们想好，我觉得这女艺人她是不是歌手？是。
是歌手。好，我们有一张牌了。好，请问一个问题，还是要直接猜人？有事吗？我就直接猜人。全台湾有多少台湾女艺人啊？我要问的是，请问这个台湾女艺人，她的年纪是四十以下吗？包含四十？是。好。我们这样子问，这样一次去一次回来。他就是让我们来来回回啊。对啊，不然节目不够播两个小时。文明哥，你终于看到了。哇塞，你厉害。没有，因为我跟到后面，我没事干的心态，我就容易。赶不赶快？那我们要接下来我们现在歌手之外，歌手的。我刚想的两个，一个是今年有没有开演唱会，对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是不是团体，他是不是团体出来，对，那个动不下，我看到我看到剪影牌是一模一样吗？对啊，对，就自己一样继续回去问啊。哎，你是多久没来录影了？还是你有点绯闻有没有结婚？可以。有没有婚姻？有没有结婚？我们想要问的是，请问这个台湾女艺人，她结过婚了吗？还没。好，谢谢你哦，辛苦了啊。你刚刚讲那个。对。什么意思？你们要撞墙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刚说徐若瑄就不是。对呀、啊。所以就是所以下没有结果。你刚刚是说四十？杨丞琳也不是。四十，包含四十。只有两个，只有两个。哇，有风有风！哇，大风大风！三秒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好累啊！哦，终于可以问了。你想要问什么？那个啊，有没有结婚？有没有结婚？这个太小了，我们要把结婚，她的老公是不是男艺人？比如说，对，好，要不要跟他们分享一下？不要问一样。我们刚刚问是不是歌手，嗯，就他说是，啊，所以你们不要问这个。好，好。那你的问题可以澄清。对啊。如果是女歌手，男对另一半是艺人的话，哎，那你们等一下问。刚刚文明哥一个非常大方的跟你分享，等一下你们也要跟我们分享。我们也不确定你们讲是不是真的啊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够。那不然你再问一次嘛。真的？谁知道？真的？你不是你在播出，我讲是真的。我们讲的是真的，真的啦。好，我们要问说，他的另外一半，是不是男艺人？还要查就一定不是。对。是的话，怎么可能要查？不是。好，这个送你啊！我跟你讲，这样我们问题问得好，这样等于呢，知道不是完，也知道他已婚了。因为如果他的另外一半是，哎，我们没有讲老公哈，我们应该是讲老公哎，哎，对不起啊，我们那个是老公啦。覆水难收。制作人很狠哎。好狠哦。哎，你们问什么？你们问什么？你问什么？我问他是不是歌手，他们回答说是。你们好过分、啊！好，没关系，开歌哦，没关系。我们要问的问题是，他今年对今年有没有开演唱会？你们也不知道答案呢、啊？看起来有，有开演唱会。今年开演唱会，女歌手开始有哪些？唱成女孩子，女艺人呢？徐若瑄，哎，徐若瑄最近有电影要上映。她上礼拜，她上前一两个礼拜在 Lexi。田馥甄也有，那他就问说，是不是女团就可以排除很多啦？那边有一个，哦，两盒啊。简不代表是那个人嘛？不是，对。我可以问说长发短发呢？可是长发短发很笼统啊。我们过街，这样他就是。这盒好，我们先想一下。如果从绯闻着手，有来过节目的吗？那就变成就说到综艺的啦。哦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来过《饥饿游戏》？好像是一个好选择。这样，因为如果因为其实来过的已经非常多了，可是我赌搞不好是没来过的人。因为他，你们问到几个提示？问到几个提示？我们要不要结盟一下？你们问几题了？我们问，我们现在有两个提示了。對對對我们也是两个提示。可是我觉得我们他们只有一个，
是结盟就大家这样怎么？结盟就是我们知道四个，我们就赶快啊，赶快去吃，因为面线会糊掉啊。我知道，但我不知道面线糊掉。对，谁不知道面线会糊掉？所以赶快。反正四个，你分享完，我们有四个完之后能去就赶快去了嘛。至少一组可以吃到不糊的嘛。要死快！哎呦，你们赢，我们赢了，想想，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啊，讲好我们就来分享。怪怪的，我觉得怪怪的。你是谁谁的？快一点啦，面线要糊掉了啦！要不要一句话？先等我们回去问第一，问完第三题，哇，还要问第三题哦。他们想要拉橘队结盟，但是结果橘队好像不愿意。因为他们不相信王仁甫。哎，这里有一个。要急吗？然后再回去。超越他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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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就知道答案了。快点，快点，知道答案了，知道答案了，快点，快点，我们超越他们。打到向你们分享，你们不要哈。就跟你讲，面线要糊掉，面线要糊掉了。好，来坐一边。这位女歌手有没有生过小孩？没有。截至目前为止，综合的许多线索，究竟来到现场的谜底人物到底是谁？他们会有人发现惊喜答案就在眼前吗？快点，我们超越他们！我们打到叫你们分享，你们不要哈！就跟你讲，面线要糊掉了。好，来坐一边。这位女歌手有没有生过小孩？没有。刚刚蓝队是不是想拉你们结盟？对，啊，你们是你们有没有答应吗？我意志非常的坚定，我意志非常的坚定。因为我跟你讲，他刚刚走过来，我们大方跟他分享，真的假的？然后呢，他就很低级的，就我又没有说我要跟你分享。嗯，所以你把你的线索告诉他了？不，就我把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告诉他。啊，你们怎么那么好啊？那顺便告诉我一下，我们不会再上第二次档了。我们各交换一个，对，好不好？我们讲真的。说实在，我们现在我们不一定，我们没有要拉拢你们，那我们我纯粹只是想弄他们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冲着这句话，我跟你弄起来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们问了有没有结婚跟年纪，对，有没有结婚跟年纪？那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歌手？对，是歌手。然后我们还你没有，还很多人没跟你说答案。他们刚刚讲了两个答案啊，没有，没有，他不是讲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先处理这个。这个是没讲答案。他只有讲说他问的有没有结婚，然后跟什么？年纪，刚讲说有没有跟年纪。但是他没有讲答案。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有点失控，过度大方了。等他们再过去。那你等一下跟我们，那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个，分享一个。好。你的问题是，那就。有没有在台湾出组过团出道的女团？是不是？对不起，我好没有没有。你要给我们一个。哎，他们刚刚讲的是什么？我们讲歌手，是歌手，歌手。我们就直接跟你们分享，年纪是40以下，含40。我40以下，我相信你的眼神是真的。OK， 40以下。好好好，我们记住，我们先问我们下一个问题，马上问，请问。请问这个台湾女艺人有来过《饥饿游戏》吗？没有，减少，减少。我想我可能不够爱你，不够尽力挑战自己，把无心的话听进心底，扭起来不留余地。应该有。现在就是有了，可以了。现在应该算吧。对，现在是真的都不知道。嗯，多难猜啊！可能我们要到下午，我们先去下午查一下。我先荡个秋千来。Ella 生过啊 ，Ella 生过就不会是啦。然后也不会是梁静茹啊。哎，这里有一个。这里。哦，这个藏在里面的比较好，藏里面。好。如果有重量就不要拿。很轻吗？轻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那走，走，走，走。是啦。该不会是很好猜的张惠妹？张惠妹另外一半是？摄影师吗？对耶。我们就过来猜了啦，无所谓啦，想到的也就几个而已啦。那我们要猜，答案是，一起说，一二三。张惠妹。恭喜答错。我们就一直猜，一直猜，反正不要让，管他的。张惠妹，这答案是豆花妹。哎，都有妹 ，OK 的 ，OK 的。
可以只有徐若瑄在国外有组团，其他大概没有在国外组团的吧？有啊，我啊。你是歌手啊？不是。你是歌手？我是。真的吗？你超过四十了没？帮我上那个。你超过四十了没？还没。你还没。哎，要不要再来交换一下？来，下一个。你们刚问了，你们问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边都真诚的，都没有在乱讲。我们也没有，我们刚刚问说有没有来回来的可以问问答题，问题是是非题，可以问问答题。好，我们刚刚问了一个说有没有在台湾组团出道。答案说什么？没有，没有啊。因为我们这样就可以把很多人解除掉，因为有很多歌手都之前歌手都是团体出来的。没有啊，对，没有，没有，大家不是。那你们的答案是什么？哦，没有来唱歌，没有来，不讲。哎，这里有，等下小心哦，这种很明显哦，这种很明显哦，小心哦，轻的，可以。又有东西。哎，唱儿歌并绕十五圈什么意思？要这样，对。哎，要进胯下，你留着手要进胯下。哦，好。对。十五圈唱儿歌哈，预备，唱什么？预备 ，Go！ 唱儿歌，哥就预备起，哥哥爸爸真伟大，命运照我家，为国举大张，好蠢哦，小哈哈。哎，说王心凌，王心凌有组团吗？没有，他没有组团。哎，这，就说的。那我们运气真的很好，会不会觉得就真的是王心凌？反正他猜错了又不会说直接淘汰，我们只是少了一张了，因为我们也卡了一个不知道他要问啥。好啊。问答题哦，问答。好。哦。刚刚那个，请问这个女艺人是怎么出道的 ？PTT 表特版，然后从我猜出道。我知道。你是怎样从我猜？我知道，这知道的话再拿一张。再拿一张。我那个，是我猜出来的，然后又是网路。包包是我猜吗？都是我猜的。我的出道比较复杂啦，就是不好意思，又是从 PTT。哥哥，爸爸真伟大，命运照我家。我等下再不要抽两个牌。去大张大，比十五了啦！哇，等下摇一摇那个。走吧，很简单，快点，给我问答题，我就知道了。看一下，给镜头看一下。哎，全员完成四分钟暴汗运动。什么意思？四分钟要求我浪费时间。卡巴卡是不是？真的假的？是做完才会有评审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哈哈哈哈哈！好蠢哦！对啊，我们到底是干什么啦？在告诉你，超白痴的。来，观众朋友们，一起做 squat。礼拜天的晚上，大家看完电视了，是不是该起来好好动一动了呢 ？Yeah！ 问答题对不对？请问他的成名曲是？问答题，你要说你这等于讲答案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还不是等于答案吗？你问答题，你这人说什么不能问？答那这个是不是等于讲答案？我答，你这等于是问我说谜底人物是谁的意思？好，啊，那我们要问一个他下面戏，好，有没有演过女主角？戏剧女主角？有。女主角，我们再找到一个就有答案的，我们就可以猜到了。我们很迅速的又找到一张牌，直接问。我们要直接猜，对，我们猜是不是王心凌？哎，不是，答错了。这豆花没送过几个，有吗？没。豆花，恭喜过关。豆花，豆，这个主谋，这个四分钟爆汗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你们真的是太夸张了，还笑那么大声。我们想要冲一波，
这个台湾女艺人就是都 OK 哈。一二三，都阿妹，蔡黄武。我们请工作人员跟你讲。哇，高华！哇，高华！哎，换人呢？换人呢？换人呢？我刚才在讲说，发你发不来，发你发几次啊？然后你都 OK， 可是公司都拒绝。因为在排戏，啊，游戏结束。哇，有人猜对了，游戏结束，请回总部。逗坏，我们很猛吧？对，你们猜到了，厉害哦！诚意给了一个很好的方向。什么？你们问了什么？因为我们刚刚问了一个题目，是他是怎么出道的，然后他就说是从那个 PTT 表特版，然后我猜。啊，可以，那这样你可以猜出来，你们好厉害！难怪我想要奇怪，刚为什么大家一直在拍工作人员找答案？因为我刚有觉得怪，我刚有觉得这个工作人员也太漂亮了吧？但是我想，对，我也有觉得，我想说孟哲也没有觉得奇怪，那应该是我误会了。你干嘛不 Q 一下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刚也有觉得，哎，这工作人员长得很正常。哎，怎么骗人？你们怎么现在没有真的？在我的右手边，徐孟哲是男的，哎，豆花也离我最近一个男的。要真的话会被骂死。不会绅士。五六四，男女互道各得一分。算钱去！快，各得一分，各又各得一分，各得一分，各得一分，各又各得一分，各得一分。孙鞋子，我就在你上面，你干嘛？他自己想报了。嗯，对，因为最近都报同一个嘛，他想换。哎。我想要奇怪，刚为什么大家一直在拍工作人员找答案？对，我刚有觉得怪，我觉得那个工作人员也太漂亮了吧？但是我想，我也有觉得，我刚想说孟哲也没有觉得奇怪，那应该是我误会了。你干嘛不 Q 一下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刚也有觉得，哎，这工作人员长得很正常。哎，怎么骗人？你们什么现在没有真的？因为刚刚你就在手你哥旁边，我想说哇，这工作人员长得也太正。你也知道，你自己主持过节目，你知道综艺节目的场面话。我不会跟你讲场面，我刚从头到尾没注意到你。我感受到，我看到你们的眼神一直在真的想要答题。对，哎，不是，可是今天他就这样子来当我们的谜底哦。你下一关了，好好好，你下一关。好。哦，对啊，主谋都这么说了。好，当然没问题。好啊。对啊。你要录下一关，因为我一直都很想来饥饿游戏。哦，真假？其实因为很喜欢这个，因为我在很久之前有跟他搭档过一个段落的时间的主持。嗯。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邀他说要不要来饥饿游戏，但那时候他好像真的也在拍戏或干嘛，就没有办法。所以你这一关完了，你下一关是可以来的。可以。结果会不会想不出角色？结果他真的在搬道具。就还是有来参与，拿手车，还是在搬道具。真好，真好，欢迎欢迎你，欢迎你，谢谢。来恭喜我们啊，恭喜！恭喜的时候全场，我刚刚第一个讲的就是你的，好厉害，对你们。问到了，因为我们在这边很紧张，想说你们问的范围都好大，对，都没有问到。会问，会问，希望，希望。可是因为前面只能问是非啊。对啊。这关真的太 surprise 了啦！哇塞 ！surprise！ 哎，答案就站在我们的面前。你现在很热，对不对？待会我们要来吃的东西叫麻油鸡。哎，所以他也可以选嘛？他可以选，他也可以吃。但是没有算指数，那他们先选还是最后选？应该是最后，最后选嘛，参赛的先选完啊。好好好，来最低的八十五，八十五是我哎。哦，真的耶。这个应该会是五啦，因为你觉得这个？嗯，听你的，因为我刚刚也有点想选这个。那我选旁边的。好，旁边锅。换你试试这个。OK， 好，那你过来。所以剩下这边来，这两锅可以给豆花选哪一个？我吗？可以二选。剩下的对不对？嗯，那我选这个。因为他还没选到，对不对？对因为你没有指数的问题，我们纯粹就是只想看你来接游戏的手气好不好？好，这个，好，厉害了，从哪边先开？我先开吗？加油！一、二、三，啊，才5%。5%是最低的，对对。欢迎来参加饥饿游戏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两个。好。孙贤智为5%，2、3，到我了，哇，15%，5%，哎呦，哎，所以我不是20就是3，对，哇塞，夏雨欣今天应该不会又要来抢奖金了吧？1、2、3，哇，30，哇，哇，加油，丹丹，满满一碗。热天的吃麻油，OK 的，哎，有，刚刚好冷，今天没有糊哎，
怎么有可能？真的好好吃啊！真的假的？我不信，我吃吃看。焦焦分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天没有。啊，哎，你光说宣传，你是不是也出你的新的作品？对对，伤得起，已经在各大的数位平台都可以听得到。这个是单曲还是专辑？单曲。那我之后还在发一首歌。我春天的时候其实已经发了《明日危险》，夏天发了《烟火》，这个是秋天的《伤得起》。在冬天还会有一首阿庆老师所写的歌。哇！刚吃完麻油鸡有点补哦。那你就走春夏秋冬。春夏秋冬。那最后会并在一起吗？会并成一张。伤得起，希望大家去多多支持。恭喜我们三位啊！恭喜啦！恭喜！换指数。依旧在南港公园里面，是在我们前方看到的是培根意大利面，然后还有松饼。哎，这松饼不错哎。待会是一人一对，然后所有人要进行 You and Me 爱的抱抱。什么意思？一人一对，每回合各自散开盲抽男女身份牌，然后依照总部广播的指令获知得分方式，限时五分钟内完成就可以得分，率先累积三分的前四人获胜。指令有四种。第一种是男女互报各得一分，没被对到的零分。然后第二种是同性别互报各得一分，同性别互报 OK 好，没被对到的零分。再来第三是男生报到女生可得一分，女生躲过被报也可以得一分。躲过被报。第四种是女生报到男生可以得一分，但是男生躲过被报也得一分。所以就看他这一个回合的指令是什么。对，对，然后你要当下立刻做反应，以及去跟。你要配对的人配对 ，OK， 哦，好难。然后有一个特殊 bonus， 就是指令中得分，你只要有报到蔡黄乳的，就可以再获得豆花冲击扣5%。啊，那报两次有刷冰吗？两次豆花，他会给你花生啊，就是豆花拿这家花生。所以他算参赛，但是他算是 bonus， 前四人获胜嘛。他也会占掉一个名额，如果是前四名。真的吗？我没认真玩，我超想来这节目，我跟你讲好几次。对啊。上次在垦丁玩，我觉得好累哦、喔。第一回合也没什么好那个啊，就先这样吧。比基尼。哇哦。哇哦，有没有？婀娜多姿。好玩哦。请你抽一个身份。好，我要抽这个。是什么？是男生。这么帅，然后穿 muscle， 然后穿一个裙子，在榕树下，然后在榕树下。唱一下歌啊！可以唱歌，可以唱歌。伤得起啊！点歌。我想我可能不够爱你，尽力调整自己。在我的右手边，许梦哲是男的，然后严丽婷在我正前方，她是女的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有一个组合在我的附近。哎，豆花也离我最近，一个男的，抱到豆花还可以得分。要真的抱，会被骂死。我会绅士，绅士抱，我这个人是最绅士的，不会乱来。哎，其实我们应该尽量不要去跟蔡黄如接触，哎。因为他跟他接触了，他会得分，他就会占掉我们一个名额。哎，啊，糟糕了，刚刚没有分析到这一点，大家一定不知道。第一回合的指令是男女互报各得一分，没被对到的零分。计时五分钟开始。尿尿尿尿尿尿。计时五分钟开始。尿尿尿尿。完了。哎，你为什么是男的？那我们现在就得一分了吗？耶。你们觉得他那个毫无违和感的，很像他本来的。很像他本来的。严丽婷，严丽婷。就结束，结束，我们就结束，报告结束，报告结束，报告结束。哎，那女的爆掉了，没有人了。还有谁？孙贤志，孙贤志，快各得一分，各又各得一分，各得一分，各得一分，各又各得一分，各得一分，得一分，得一分。报到了，报到了，报到了，报到了。
对，我刚刚就在看，因为许梦哲超远的，你还可以多次他的到访。Yes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没有人啦，没了，是你们两个男的啦。算了啦，你随便报一个阿伯好了啦。哇！失策，结果大家所有人都往旁边跑。有吃豆花的吃豆花。耶，欢迎。带开到没？耶。孙贤志这样他会占一个名额哎，可是因为女生男生很少啊。哎，孙贤志我就在你上面，你干嘛？他离我最近，可是他会占掉我们一个名额，你怎么就是我？他是不是就是我说那种头脑简单的？我要扣5%啊，有豆花可以吃哎，才5%而已，你这样子后面会少一个名额，你眼光要放远一点，真的你是短视近利。男生躲过被盗也得一分，男生躲过被盗也得一分。计时5分钟开始。我要快跑！女生要抱男生，我要快跑！妈妈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太恐怖了！起来的，太可以了！被抢走了！哎，等一下我！哇塞，哇，他好恐怖哦！小心小心，要注意安全，要注意安全！我被地方跑啊！王福雷，王福在上面啊！王福雷，哎，在哪里？小明哥，啊，放灯！你还是女生啊？啊？躲起来！哇塞，汪虎跑超远哎，他在公园的对面。仁甫哥在那，只剩王仁甫了，只剩他了。对，我根本看到他不见了。我刚看到你在追他，对，他不见了，他不知道跑去哪里躲起来了。我刚看到他，好像他是不是在？哦，我看到他在那里，我靠，超远的。他去老人抓我了，是许梦哲，我要快躲，我再跑，快跑，躲起来，要躲，快躲下来，快躲，下来一起躲。一下，你在那边会被看到。躲好，对。我们一起躲在这里，好，躲好，然后蹲下，还有找一个荧光色的头。没有啊！帽子脱掉，我们帽子太显眼了。蹲好。蹲好。太搞你了，看到了，完了。你。我躲这么好啊！还好最后一分钟，我躲这么好，哎呀，我躲这么好，为什么会被抓？完全没有人影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回合天道，好，找个地方收牌子了。那我们都我跟你讲，孙协志跟蔡黄如他们俩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有鬼，怎样在一起啊？不是，就一直互相抓对方。就你给我，我给你，你给我。所以我就说，真的是头脑简单的人呢。对啊，你知道他真的很蠢，他呢找了蔡黄如，
那不就一个人占了我们的名额吗？他又没有指数的问题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然后就为了吃那5%的豆花。哦，孙燕姿真的是，哎，啊，我知道了啦，他自己想报啦。嗯，对，因为最近都报同一个嘛，他想换。哎，不是，而且刚刚哦，刚刚豆花在后面追他，我从前面包抄，他竟然看到我之后，他妈鼓哎。他把骨他给豆花抓，不给我抓。真假？对，他在太明显了、哦。他在节目上塑造一个他痴情的形象。对，才刚拍完 MV 而已，对不对？又想拍第二部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故意在帮他剪一个跟蔡黄儒的。好，他回去一定吵架。yes， 想看人家吵架。尽量保，尽量保。你的痛怎能看不见？包到豆花还可以得分，我真的怕会被骂。我会绅士到。孙贤志，孙贤志，快各得一分，各又各得一分，各得一分，各得一分，各又各得一分，各得一分。孙贤志，我就在你上面，你干嘛？他离我最近，他是不是就是我说那种头脑简单的？要注意安全，要注意安全。我没地方跑啊，还是叫我们三个自己看啦、啊。有分数就拿了，没分数我刚要回去也太久了。对啊，我们就这样看，看各抽到什么。不是，因为他已经两分啦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家离战场太远。太远。我们跑路也到了。他说到马路，然后骑光远马路很快就到了，就一直跑啊，马路还没到啊，超远。哦，那我们就三个抽。好，三个抽。好吧，嗯，就找嘛。对啊，到时候要找谁？那你另外一个落单的那就没办法啦。命运。对不对？命运。好，那就来抽吧。来啊，抽到什么也不知道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哦，两女一男。如果是女暴女，我就尴尬了。对，拜拜，你就拜拜了。你就拜拜了。如果是偶男。这一回合的指令是：同性别互报各得一分，没配对到的0分。5分钟开始，走开，走开，许梦哲，走开呀！许梦哲，我不干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想办法帮你，好吧？帮个屁啦！我只有一个人，没事啊，我们聊一下天啊，我帮你啦，超远呢，我们没拿 GoPro 上面 ，GoPro 给我一支，你们自己留的，那是他的，那他的 GoPro 啦 ，GoPro 不能换，那不然你拿我这支啊？啊，不是，不要换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先抱一下。那你的 GoPro 呢？我要先抱一下。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嗯。哦，好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5分钟开始。啊！你不要给他抱了。男的啊，要求我啊，你不要给他抱了。他得分了啦。耶！我好快速哦。走啊，走啊。来，走啊。耶！恭喜你们，见血豆花。有豆花耶！哎、欸，我在这里。我从这条。女孩，女孩。我的女孩在哪？哎、欸，他们已经配对到了。太快了吧！他刚刚不是有个男的吗？文明哥。哎哎哎，来来来，鞋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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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耶，小心哦，下坡，耶耶耶，有了，我看你好彷徨哦，哈哈哈，找不到人。回合结束，耶耶，已经有3分过关的陈毅、妞妞、蔡黄儒。耶，哇，豆花，怪那刚刚会爆，因为他自己过了就没差了，厉害哦。哇，结束了！不出我所料，我跑到一半，游戏结束了。就说用走的嘛。那你干嘛回来呢？你都到一半了。不是，我们这边都还没到一半，我们才1/3而已。不是，还是我们三个人继续，是不是？刚讲好嘛，所以下一回要帮我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先抽，先抽，先抽。哎、欸，女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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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同性互报那怎么办？那。刚刚是同性互报，不会重复出题，我只能说我们三个抓赛了。我们赶快走回去，快点，趁他还没喊开，快点，我们要赶快回去，不然我们会抓赛，不可能是同性的啦。名额只剩最后一个，
男生可得一分，男生躲过被爆也得一分。计时五分钟开始。女生没有男生哎，都是女生嘛、啊。不是、啊，没有男生的、啊。前面只有一个，前面有一个。我就死了，我就死定了。开始。前面快点，快点！不行啊，你们太夸张了啦！没想到这回合竟然遇到了六强一大战，究竟已经拼牌的仁甫、严丽婷跟夏雨欣，谁会先抢到关键一分，还是会被其他人抢到，让协志还有再战的机会呢？这没有男生嘞，都是女生嘛、啊！前面只有一个，前面有一个，我就死了，我就死定了。前面快点，快点！不行啊，你们太夸张了啦！包夹，包夹！上面。啊，烦呐，跑这么快！哎太夸张了啦！太夸张了啦！好恐怖哦！这里只有一个男生吧？你们太变态了啦！只有一个男生吧？只有一个孙雪志，可好恐怖哦！被一堆女生追，这边也是，那边也是，全部冲过来都女的。你刚只剩下跳下去一条路了。你们太夸张了，跳下去也有他们两个啊！哇，这不是全部都女的啦，太难了啦！你好惨哦，你好笑哦，你真是被追杀哎！这个、哦、基本上，我觉得玩这个游戏，我们就可以看出人最内心基本的一个渴望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想要什么，他就往那个地方去依靠，内心真正想要。我们所有人都知道，豆花妹呢，虽然吃到了，不是抓到她的话呢，可以吃到豆花，对对。但是如果她赢了的话，她会占我们一个名额，对。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尽量不去抱豆花妹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个人一直在抱豆花妹，两次、啊，我没有一直抱，我跑哎、欸，我看到我在跑吗？我跟你讲，这第一轮两分呐、啊，第一轮男女互抱，你女生我男生，我就在你这个斜坡上去大概10公尺而已，然后豆花妹比较远哦，没有，她在我旁边而已，没有，我有慢慢走近，徐梦哲，我帮她讲话，然后在她眼光里，她觉得那边比较近，好，没有关系，第一回合这样子，然后第二回合，我明明跟豆花妹已经前后包抄你，你离我比较近。你既然你每次都说比较近，明明就他比较近，那个位置来讲，你冲很快，但是我从你往前冲，我也往前冲，我已经到这个距离了，你突然刹车往后跑，因为我想还没爆，我想闪啊，但是没有路啦啊，但是他已经在我后面了、啊，那你为什么想闪他？第一回合啊，你为什么想你抱他要得分、啊？那我逃过我有一分呢、啊。哦、oh, ，所以你给他抱，我想要逃啊！哦、oh, ，我没有给他抱啦，我跟你讲，第一回合路这么大，我在边边，你可以往另外一边切。第一回合我确实想要吃到5%，什么？想要吃到什么？吃到5%，三分晋级你就送他两分，两分啦、啊，有两分是你送的，贤志哥你好温柔哦。我其实听你们在讲，我好羡慕你们，因为我感觉好像是一个人在录 YouTube， 你知道吗？好寂寞，你们在哪里？我根本不知道。你自己躲太远了啦，你要看得到人才会有机会啦。对啊，就尽量，我是尽量维持在有人的地方啦，要逃要干嘛再说。有什么人？怎么可能呢、啊？那是真的，他两回合最近啦。下雨了啊！哦，好，哎，哦，还好，又停了。哎，晋级的就是陈毅、妞妞跟蔡王汝嘛，还有仁甫嘛。恭喜你们四位吃东西。恭喜四位啦！一样有两个5%在这五锅里面，所以最低指数的，哎呦，妞妞，55%的可以先选，仁甫最后选。嗯，来这边这么低。钱都没有吗？好，来，妞妞站过钱，再来是诚意，诚意满满。这个，再来是仁甫，你坐边边啦，给他。剩下的是豆花，选那个，中间没人选，你们两锅，
来吧，三，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？很不好。不好。一、二、三。三。你先开多的哦，因为你们是三锅有两个五，我不会这么巧就两个，很难说。一、二、三，三，哇，好开心啊！中间十五，这命啊，这没有办法。怎么会？妞妞来我们节目，今天再扣完这个二十，剩三十五，那人生巅峰，哎，演艺圈的巅峰就在今天了。但这一关吃完之后，豆花下一关就没有参加了啊，真的，因为他今天就是一个对特别客串的一个角色。然后在最后这一刻，我们还是要请他再宣传一下他的唱片。哎呦，漂亮啊！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得到这个《伤得起》，YouTube 也可以看到 MV 哦。好，大家多多支持。嗯，这个期待就是最后把一整年下来再组合成一张专辑，对，算 EP 啦，四首歌是算 EP， 对对对，大家再多多支持一下，谢谢，恭喜这几位幻指数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现在位在信义区的原百信义 A13上。之前我们的那个饥饿游戏的见面会也是在这边办的，是在这里上去关卡桌了，坐这个手扶梯直达四楼。哦，哎呦，直达四楼的，哎，上去就美食街，要命哎！哎呦，哦，这是美食，就是美食街啊！哎，这一排东西都好好吃哦，这边一直，这边这个美食街一直上新闻哦，像我们台湾早期的大道城啊，大道城的感觉。哎呦，是哟，来，观众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！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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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完了，哎呀，对，买来到这地方就要好好先来介绍。哎，小花你好，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原百姓 S3， 我们四楼怀旧时光城，号称信义区最你刚刚说的最新最美网红必来的打卡点。是，在这个环境底下，就是我们特别营造一个古色古香、环境优美的空间，要给我们的消费者。那我们有许多的美食餐厅隐藏在这些街道底下，加油！那今天我们就从这里面，我们严选了三道人气排队美食料理要提供给大家。好好好，第一道就是我们的四川无炒手的剁椒鱼头，哇，这个经典啊，川菜的经典。这是选用最鲜甜的鱼头，然后再搭配剁碎的辣椒，那提升海鲜鱼头的丰富度，厉害了。那第二道就是我们的美式料理水牛城拼盘，内容物有我们的招牌辣辣翅、辣辣虾，然后还有五谷鸡块，再搭配它独特的酱料，绝对让你一口接一口。哎呀！那第三道就是我们的韩式料理啦，我们选的就是我们的偷饭贼的韩式烤牛排定食，然后再加上九道小菜，那另外就是这个蟹膏，在这个季节就是必吃的啊，蟹膏要必吃，韩国江原道的蟹膏，然后在韩国有白饭小偷之称，那它偷饭贼的名称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是是是是是，哎呦，今天的三道料理，哎，谢谢哎呀，关女介绍的超好的。感觉起来就是一定要吃到。介绍完我们没有吃到，真的就对不起我们今天有来到这地方。对哦，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先谢谢我们的关主，谢谢关主。谢谢。要玩的是，所有人要进行躲猫猫大赛。躲猫猫大赛。待会会盲抽出三位猎人，来跟其他六位居民进行躲猫猫。限时内，所有居民被猎人找到，就猎人队获胜。那三位猎人都被淘汰，就是居民队获胜。猎人也猎人还会被淘汰，猎人好，等一下，躲猫猫的楼层共有八个楼层，第一个六分钟后会随机关闭两个楼层，猎人没事，第二个六分钟后再关闭两个楼层，这时候就有一个猎人淘汰。那三个猎人怎么选？要淘汰哪一个？到时候你们自己排。哦，然后第三个六分钟就再关闭两个楼层，就又淘汰一个猎人，然后以此类推，八个楼层全关。猎人还没抓光机的话，机民队就获胜。楼层关闭之后，如果在那个楼层的机民还存活的话，你有两分钟可以去其他还没关闭的楼层躲。好，那这移动的时间，猎人在原地停留不能进攻。猎人还有一个优势就是，手上各有一个举头。
里面的功能你再自己看，然后随时可以修。你很难说它搞不好锦囊只是提示你哪一个楼层躲得几个，或者是锦囊打开只写的说加油好吗？会生气吧？以为好像也厉害，那我觉得猎人会开始列主谋的人头。那时候是搬锦旗，不是锦囊。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来谁当猎人？抽角色，抽角色。一、二、三，哎呦，猎人！哎呦喂呀、啊！哇，好累，两男一女，好累，好不想当猎人、哦。还好有一个继续的猎人。不想当猎人，好不想当猎人哦、喔欸！我跟你换好不好？加油好吗？很累，这打开会生气。我的八个楼层是 B 三、B 二、四楼、五楼、六楼、七楼、八楼跟十四楼。哇，我等一下 B 三、B 二、等一下八个楼层还不是连在一起？欸、你们直接鸡鸣吃了啦，快点啦！你们鸡鸣直接吃掉了啦，其实很跳跃耶。No， 好吧，既然都这样子，那我们就换衣服就位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三名楼管哈，我们要在我们的这楼层当中救到这些混到我们百货公司里面的人 ，OK？ 所以我从 B1、B2、B3先找。那我从四八，然后我是四五六。我们六位机民要加油。好。只要撑过时间，他们就会失败。好。他们是有锦囊，也晒锦囊就不知道怎么样，会有什么内容？第一浪有五分钟可以躲。好，计时五分钟。绿黄红，这样是红绿灯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？猜一个艺人。黄绿红。我们好勇敢。我们那个手机箱要给我们啊。没有。哦，你要帮我们拿去。是。三位猎人出动，大家出发。六分钟，对啊，所以你赶快。我下四楼，我直接从四楼，我直接下去，从这边下去最快，因为这个是四层楼的手扶梯。我觉得啦，如果以我来说，我一定是跑最远的地方躲，因为最远的地方哦，我们要去就要花很长的时间，所以第一 round 一定是往最远的地方开始躲。七楼到了，这百货公司真的。坐手扶梯上，要直接看到你在后面。七楼到了。鞋子哥，鞋子哥，我看到你了。鞋子哥。鞋子哥在吃晚餐吗？你好，刚有人来这边闲晃吗？没有齁。哎，那就可能没有，因为他看我的眼神不像是有在隐瞒事情的感觉。都戴口罩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戴口罩好难找人哦。再下一楼，再下一楼，这边太干净了，不可能。我要从六楼开始找，我在想他们会不会乔装成店员。在那边给我装没事。你们这里有躲人吗？没有。谢谢。好老实。请问一下，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几个诡异的人走来走去？就比如说有金头发啦，然后维尼哥啊、许梦泽啊、穿鞋子啊，一个。电器用品，躲在冰箱里。请问一下，就我们现在在录饥饿游戏录节目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玩躲猫猫，就不晓得这边有没有办法让我稍微躲一下。可以啊，可是我们不行哦。
对，我就是想躲在里面。请问一下，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几位鬼鬼祟祟的人往这边移动？有，对不对？那大概是哪个方向？对，我们有急事要找他，因为他手机在我这边。对对，他手机在我这边，没办法打给他，在那边是不是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出来喽，不要再躲喽，自己走出来也比较帅气。出来喽，不要再躲喽。距离第一次楼层关闭还有一分钟，不可能，我以为很快会找到，就那么难。完了，哦，这里难找了，这里就难找了。还有超市，哇塞，我的天哪，好想吃哦，哦，好要命了。超市可以躲人吗？超市也可以哦。这柜子，好像躲在柜子里面哦。请问你们在柜子里面有很多东西吗？柜子，这个。你要放东西啊、我想要躲在里面。我觉得这个推车后面好像可以。我进来，然后你帮我把门拉起来。可以啊。你好，楼管检查，最近业绩还好吗？钱都有收好啊。最近有几个歹徒在这边出没，有看到要跟我们讲哦。十九八七六五，请问有看到诡异的人在这边走来走去吗？第一次关闭的楼层是，已经不动了。真的是，关闭的楼层是五楼和七楼，就这里关的。关闭的楼层是五楼和七楼，已经关闭，六分钟到了。猎人原地不动，第一名请移动。第一名请移动。我爱七楼，那我们现在要去。我们是七楼，要马上八楼，要马下楼。可是我们八楼刚刚没看到，那我要去。要马上八楼，要马下楼。可是我们八楼刚刚没看到，那我要去。要么你就下六楼。好，下六楼。我现在大姐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不要搭乘手扶梯，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，不是，我想要躲。好啊，是，我可以躲在那个包包那边吗？可以啊，谢谢。你不要一直笑嘛，跟我说一点提示嘛。真的没有。我不会告诉他们你在哪里。啊？你不会告诉谁？我不会告诉他们你在哪里。不要出来哦。我刚听到手机的声音。箱子给我要用了。所有机民请现身，与一位民众进行黑白脆，猜输需更换对手，猜赢可继续躲藏。去玩黑白脆。机民要现身做任务。对，你要去找民众。啊？要修了。明哥。明哥。明哥起床了。哎。猎人使用任务了，要出来执行任务。我要出来执行任务。对。
他使用任务，你出来找一个人跟他黑白切，快点找一个店员跟他黑白切。然后呢？跟他黑白切，切赢了就可以躲起来了。哪里有人在玩黑白切？大家赶快找人，我用任务了。大家赶快找人。大家赶快找人，我用任务。大家赶快找人。出来做任务哦！我真的要走了。哎，怎么知道？小谷，哇，辛苦你了，你可以去吃饭了。哇，我很想说躲得很好哎。哎，我要跟一位路人嘛。Hello，Hello， 小姐，小姐，不好意思。哎哎，想说这个人窝在这里，太奇怪了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找人玩黑白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赶快啊，赶快去找黑白车，快点啊！要不要你帮我找别人？快点，黑白车，你就找这位，对对对，就找他，找他玩去玩，对，好，赶快去玩了哈！谢谢许望哲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这也太衰了吧！哎，不好意思，可以跟你玩个黑白车吗？再见。好。你想玩黑白车？黑白切，黑白切，来个十块王，来个十块王，阿里阿里王，要输你啊！好，最笨的，就黑白所有鸡民出来找人玩黑白切，鸡民，所有鸡民出来找人玩黑白切。我有开民宿的，我如果把上面的头一拔断，然后我开水的话，它水就会滴下去。反对！哎，怎么里面有声音啊？会溺水啊！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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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你们躲在这种太难找了。哎，这个没有这卡怎么找人啊？我腰好酸。抓到，我在 B2 B3 抓到两个，我们一定要锁定 B2 B3 哦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跟我玩一下黑白切好不好？我只要赢了就好了。黑白切，男生女生配。黑白切，黑白切，黑白切，男生女生配。黑白切，男生女生配。我肯定了，别继续躲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我可以打搅你一下，我要跟你玩个黑白车，就这样而已。喂，明哥。没有，我是执行任务。你是被我抓到？没有啊。我给他的。你先。没有，我在执行任务啊。执行任务都他可以抓你啊！哎，你被我抓到 ，OK， 你比较不会这么红。我应该不用说太招摇的执行任务，而且跟女生聊天聊太久了。没有执行任务，我的执行任务是要找一个人来黑白切啊。知道。黑白切，拜托，黑白切，黑白切，是我男生女生配，好，快点，我可以继续躲吗？赶快再替你躲起来。好恐怖！我抓到两个 ，OK 的。六，我抓两个。三、二、一，第二部分的楼层有B2，还有六楼。第一位猎人正位淘汰，第一位猎人正位淘汰。我 OK， 我光荣淘汰。好狼狈！今天该不会只剩我一个吧？我跟谁啊？我跟写字哥吗？你至少撑过这一回合，撑过这一回合，就是剩一个猎人。4、3、2、1，猎人继续抓人，6分钟计时开始。觉得应该就直接去14楼。嗯。你会有艺人朋友躲在这吗？那我可以偷看一下吗？不相信任何人。谢谢。
阿姨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艺人躲在这里？没有。谢谢。是我现在剩妞妞，鞋子哥跟妞妞。姐姐，待会如果你看到你在孙鞋子，鞋子哥如果你看到他，然后他应该会躲在很奇怪的地方。如果你看到我刚好经过，你就说，你就跟我挥手这样。谢谢谢谢，我帮你找，我帮你找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你去打生鞋子，多了一个帮手了。我记得十四楼都是餐厅。距离第三次等关闭还有两分钟。好，我用锦囊，我用锦囊，剩两分钟了。我使用锦囊，所有机民请现身，与三位民众自拍，完成后才可以继续躲藏。三张，我可以跟你，我可以先跟你自拍吗？好，还有谁？不要！天哪！谢谢。哎呦，我看到人自拍，我去十四楼。每次都好麻烦你们。哇！鞋子哥！哎呦，好倒霉！太倒霉了啦！你刚到哪里？啊！我要在这边找人自拍啊！孙鞋被抓到了，装超好的。三、二、一，第三次关闭的楼层 B 三，还有八楼，第二顺位猎人淘汰。第二顺位猎人淘汰。啊！可恶，剩下一个，对不对？三。二一，猎人继续抓人，猎人继续抓人，六分钟计时开始。觉得这里有躲人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骗我要打你哦、喔！真的啊、喔，好，谢谢。觉得你们这里有躲人吗？不是，我说这。哦，嗨。哎，那我觉得我可以用一下哎、欸，等一下时间到了。请所有机民现身，与一位民众合作胸口破气球，完成后可继续躲藏。没错，你跟我一起。而且我们等一下，他现在还在找。顶破吗？好，听到声音。所以红绿灯获胜。红绿灯的趴数是60/80/35/30。哦，那我要抽到40啊！我要抽到40，我才能赢啊！我没有抽到40，应该基本上都不会赢的。那就是黄绿黄绿红，好，黄绿红，我这锅我这锅，好，可以。我已经两次五趴了。三次五趴，哦，一样，那就随便、啊。张国贤，张国贤，还可以拼吃多啊。这个，好，所以刚好各辣一个空，无关胜负的两位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五趴，耶，三五趴，耶，三次五趴，好开心啊！全力柠檬哎。
你好猛，你五趴，你专选最少，连三场都五趴。我有接班人的气，因为他们两个是同学啊。我的庙旁边会空一个位置，是同学，对，我们同学，高中同学。再来就是神符，我要么就是，我要么就我一定要事实我才能赢啊。我不是事实就是妞妞赢。好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四十，啊，四十，啊。巅峰了，真的是没有在巅峰了。哎，怎么样？这个什么鱼肉，这好吃。过桥鱼头，因为他们这边的店家都是精选，就是一些生意很好啦，或者是真的很厉害的才会进来。我今天感觉要吃法国料，真的好好吃。每个都一口啊！这边真的是哦，就是要买跟吃，然后看电影真的是首选。嗯，因为每一个楼层，因为也很新嘛，然后所有的东西也都很贴近民生要用，包括美食。好了，恭喜妞妞获胜，恭喜奖金挑战赛。好了，恭喜出道九年在今日达成的演艺圈巅峰的妞妞。射龙门奖金挑战赛，射龙门冠军跟我们轮流翻牌，抽龙门、射龙门。好，射进对方龙门得一分。好，中柱扣一分。好，比我们先得到三分，就可以得到奖金8000。好，哦，我先翻，看谁先翻，剪刀石头布。我赢了，我先翻。我先开龙门。好，你先开。S3呐 ，S3呐。五。哇！这个。耶，一分。所以得分。哦，他说我是比大小。一样大就大小。我一分了，还有。你很喜欢穿西装。哦，完了。3K 3K。二二二一二。1-1，A8，怎么又是 A8？ 哦，扣住，要扣一分，哇，0-1，所以就拿去了，不会，这样子，因为他们这里分，哇哇，中，还是零一。抽三，哦，有机会，一分，1-1，好，这有可能玩半个小时，漂亮，撞住，没有，然后一样1-1，我好饿哦，我也是，哇，36。范围不大的龙门，究竟目前平手的妞妞有办法射中吗？还是会再度归零，让主谋今天有机会守住奖金呢？1-1，我好饿哦，我也是，哇，36，哇，2-1，2-1，就赢了，对。撞住！啊！没了，2-0，所以到底妞妞有没有可能拿走今天的奖金呢？请大家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私讯给我们的小编，就有机会可以得到精美的奖品。来个 AK 啦，对不对？今天沈建宏在这边来个 AK， 8K， 明明是陈毅。好，好，不要再撞就好了。7。哇！这个要直接给的，太神了！两小鬼啊！两小鬼，该给的就是要给。恭喜妞妞获得奖金！哇，太厉害了！哎，他从今天早上7点多开路到现在，好像终于醒了。他今天一直处于一个好像喝醉酒的状态，一直到奖金挑战赛的后半段才醒。哎呀，前半段都还是腿很差。哎，掉入这个路。恭喜拿走奖金！哇，不得了！你们必须要认了啦，真的没办法了啦。那最后的最后，我们还是要让耀威好来宣传一下。不要威，我的最新单曲《我们都心软》已经正式上架了，嗯，然后就是各大数位平台都可以听得到，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。OK， 恭喜啦，发片也恭喜，也请大家多支持活动，当然也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来宾，谢谢各位，好看的机会。
下周见。可惜啦，钢琴就收工了。